州市农村犄角旮旯胡同里啊，隐藏这家啊开了30多年的苍蝇馆子，探子啊看到底咋回事。他家的菜价啊特别的亲民接地气，小菜的价格啊都不贵呀、啊，太亲民了，吃就得吃农村的苍蝇馆子，俩字一等，仨字太好了。他家的就餐环境啊太符合大众口味了，老百姓啊要的就是这个味儿，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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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的妈，我的老太好了。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。他家的女厨师啊干了30多年的厨师了，这小勺跟你颠着的都能伸移了，老板娘太好了。姐呀，咱家干多年了？30多年了。哎呀，30多年了，正经是老馆子呢，兄弟们呢，吃就得吃老馆子，老店老味道。我就愿意吃农村的苍蝇馆子，家庭困难没办法啊，强活呀。没错，我精神不正常。兄弟们，他家有特色菜，油梭子，油梭子解馋呢，这一大盘才10块钱呢，太亲民了。油梭太解馋了，这一大盘才10块钱呢，真不贵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兄弟们，他家还有渤海花生吃辣炒憨子，这一大盘才20块钱呢，太亲民了。20块钱你还要啥自行车？这一大盘辣炒憨子，酒鬼福音，太好了。兄弟们，他家还有特色菜四合菜，酱茄子、红烧肉炖土豆、木须肉，还有锦州名吃尖椒干豆腐，这一大盘12块钱呢，12块钱太亲民了，太实在了，老板的人太好了。油梭子真香呢，兄弟们呢，这是老少皆宜呀，一等。他家的特色菜辣炒憨子是真鲜呢，兄弟们呢，我是不撒谎啊，酒鬼福音。Moments later，辣炒憨子这道菜啊，是又下酒又下饭啊，根哥也不顾形象啊。呱呱的一个劲儿的就往嘴里怼呀，这小头点的像得帕金森了似的。辣炒憨子真鲜呢，炸油梭子能不香吗？兄弟们呢，炸油梭子这一大盘才10块钱呢，就着大米干饭呢，小味儿啊是挠挠的。真香啊，哥哥呀摇头晃脑啊，又吃出好来了。油梭子太香了，兄弟们呢，这小头点的像几千米似的。我专探苍蝇馆子喝散酒，兄弟们，他家的散捞着哥哥大嘴张的都喝出好来了。疾病你，疾病你，疾病疾病。炒试验这道菜啊，这一大盘才12块钱呢，太实惠了，兄弟们呐，太解馋了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老百姓啊，吃就得吃农村的苍蝇馆子，农村的苍蝇馆子亲民接地气呀。哥哥呀，呲牙咧嘴，摇头晃脑啊，今儿个啊，可又开斋了。今天你馋了吗？啊！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